是乔宇。苏西，我喜欢你，我们在一起吧。在一起，在一起。声音震耳欲聋，对面综合办公楼走廊上经过的男人听到喊叫声，不经意地往楼下一瞥，看到人群中熟悉的人影，脚步不由地放慢。我不喜欢你。毫不犹豫地单膝跪下去，一张俊朗的脸上满是执着。苏西，不要再考验我了，你喜欢我，我知道。我没有考验你，我是真的不喜欢。其他人也安静下来，气氛一度陷入尴尬。乔宇站起身，这是他第一次在众人面前表白，豁出去了脸面，没想到苏西这样不留情面。苏西，你要是不喜欢这么多人看着，我们找个安静的地方说。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。你真的不喜欢我？不喜欢。乔宇手中的玫瑰花掉在地上，他脸色逐渐铁青，死死地盯着苏西，突然转头看向周婷。你要和我在一起吗？你什么意思？乔宇看着苏西，突然伸手揽过周婷肩膀，一手捏着她的下巴用力吻下去。周围一片唏嘘声，苏西觉得无聊透了，她转身便走，身后程小小从震惊中回神，快步追上。苏西，你再走一步，我保证你会后悔。苏西没有再继续停留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